觉得我们的这个总统的候选人提名绝对不能拖到像上次一样七月啊，那是一个非常迟缓的做法，我个人坚决的反对这么晚的提名。那至于是五月或六月，我觉得其实跟这个一方面跟这个我们这个内部作业的这个效率有关的。那我认为这方面，就我了解，应该是大家都效率是在加紧的，在快马加鞭在做这个事情啊。那当然也跟我们那个候选人是否有这个准备好，这我想这也是有一个，所以准备好就准备好参加竞选的这些活动。那这个部分我们可能就我可能没办法替我们这个候选人来回答，但是我认为总是要考虑这两个不同的层面的问题才比较妥当一点。因为这个提名的事情，因为一直都迟迟没有时间表，而且非常焦虑，因为人选也没有定下来。我可能因为我有两个多礼拜没有遇到这个朱主席或是这个党中央的同仁，所以我可能也要过两天去问一下现在到底进展如何。不过我知道，就我知道党中央的同仁应该是还蛮认真的在把所有一些基础的工作都把它做了尽量妥善，这个我倒是知道。有听到说要有这个非绿联盟的整合能力作为其中一个评断标准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我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我也没有听过任何什么各种各式各样评比的标准。如果有的话，都是我看报纸上知道。我没有觉得侯市长的口才不好，我反而觉得他口才非常好。我们有些尤其是在私底下碰面的几次一些场合里面，听侯市长讲很多事情，觉得听了这个，我们都一愣一愣的，觉得非常的这个精彩。所以我不认为他的这个口才不好。那我只是觉得侯市长可能因为现在是在新北市服务啊，所以他可能讲的东西比较跟新北市市政有关。我想这也是比较实在、比较踏实的做法，这一点我也能了解，但我不觉得他口才不好。